赵薇她玩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她的身体变胖就受到了很多人关注，以致赵薇下定决心减肥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9月24日一早，赵薇在微博晒出了3张自拍照，原本略显臃肿的身材真的恢复了不少，脸庞也消瘦了很多，减肥成果相当显著。和赵薇一样，近来频频在网上分享瘦身成果的还有杜汶泽，他不光减肥成功，还大秀肌肉好身形。但杜汶泽这突如其来的惊喜，也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因为代言了减肥产品。面对质疑，杜汶泽所属的公司发表声明重申，杜汶泽只是通过控制饮食及运动而减肥，并非使用了减肥仪器和产品。